让我们看惯了这个猫狗大战，那我们来看另外一段居家的影片。你看这个像什么怪兽？好像有人这个家里民宅被怪兽闯入，对不对？你看到这个突然站起来，姿势雄赳赳气昂昂，什么样的一个异形？对，仔细一看，你会觉得有点面熟。好像还穿衣服哎。这个主人好像也给他这个就穿了一个这个非常可爱的宠物装哦，原来这个是一个小袋鼠背对着镜头，然后突然跳开了，他看到什么？看到了这个小食蚁兽，为了展现我大哥的模样站起来，我不是异形啦，但是我站起来有没有像这个库斯拉、哥吉拉这样子英勇威武雄猛啊？食蚁兽架势十足啊，很可爱啊，本来趴着，对啊，你看他有点想要像这个小袋鼠示威啊，你以为你最受宠啊？我才受宠，这里是地盘，我说了算，所以你看马上站起来，非常的可爱，大家就看着说哇，食蚁兽还可以站立一下，马上把这个袋鼠给吓走啊。